20级别的自信制作不仅归功于严格的选材和出众的工艺，同时还仰赖其沉稳端庄的设计和圆润饱满的音质。这就是 Wilh Steinberg AT-K30。 大家好，我是 Emusic 的 Amy。今天我要来介绍一款德国品牌的钢琴 Wilh Steinberg AT-K30。AT-K30 采用了 German Rosello strings， 它的最大优势就是不容易生锈，又耐用。AT-K30 采用了 Renner 公司的 Hammer，Renner 公司采用了独创的制造方法，让 Hammer 内硬外柔。具备这些优越的特性，无论你是想要表达有力强音，还是 CNC 弱音，都能快速的表达。 AT-K30的铁板采用的是传统铸铁工艺，使这块铁板由内到外都做到扎实有力，达到低音厚重有力，高音清澈明亮。这种传统的工艺俗称翻砂工艺。从 AT-K30的铁板 logo 和模的品牌上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，它们都是在铸造过程中就铸上去的，而不是铸完之后才粘上去的。 AT-K30就从外观细节之处透露出这款钢琴的与众不同，就连对音色都没有太大影响的侧板 ，AT-K30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处理。两边侧板的内部都是全部用珍贵的木皮装饰 （maple wood design）， 这在立式钢琴中是极其罕见的。从外观上可以看得出 ，AT-K30右上角用有 Wilh Steinberg 的 logo， 以黑金色为搭配，独特的设计让整架钢琴看起来更高贵。 近侧木特别采用的是珍贵榆木天然木皮装饰，从细节上就展现出了 Wilh Steinberg 的大气与精致。AT-K30的 pedal 的联动杆是采用 solid wood material 制造的，相比于那种传统金属联动杆，它的杂音来得更少，清晰度高，又耐用，又不易变形。AT-K30使用了 solid wood keyboard， 触键灵敏，坚固耐用。我们还采用了 slow fall 设计。 主要是为了防止砸伤学琴儿童的手指，经过测试可以承受20000次以上的反复使用。Soundboard 采用了 solid wood， 增强了共鸣盘的强度和稳定性。Soundboard 的乐木采用了进口阿拉斯加杉木材料制作，同时乐木部分采用了独创设计，确保了明亮丰厚的音色。 谢谢观看。